还是打摩得劲，上回去南阳收车那一路过俺了可得劲。哎呀，这车呀，有阴影了。我看这车，说实话，我有点害怕的。特别是还有分歧，跟你说，弄得我头蒙蒙了。这车，你那视频我看了。咱不会弄的，联系不上的呀，车主。咱不会弄的，现在咋处理的呢？你说那个车啊，联系不上嘛，准备起诉了，起诉还得跑南阳去起诉的。其实我知道他的仓库搁那儿了，当时买车的时候去他仓库那儿了，我不想搭理他，你知道不？这人也我算是服他了。但这车信箱可多呀，这车啊，不见信箱有好几个人卖这车了。二年一月上的份儿，你上班上了中，你要是二一年年底又少买点儿。这车我感觉36万多了好买，这个配置稍微有点低，因为它二手了，它错不了这么多钱，给36万多了。那是啊，但是我考虑这配置都够用了，其实买新车那时候也不差个啥钱。这车，这是啥呀？哦，一这哦，我发现了这玩意儿，这是给俺拉结婚，拉结婚就往我那一吸嘛，吸盘都装着呀，这车，车上都装，必备呀。Nice。我给你打多少？打10万吗？还是打10万吗？老规矩，跟那个一样。中了，我打10万，我这四十我都还了。你可别，你别。我又当着你面还，这都。你可别学他呀！不过一会儿我当着你面我都还了。你要学他，我还得去新疆找你。你这离得近呀、啊。我接个电话，哥。喂。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，跑了27000多公里，这是32万多指导价的七厢版。这前排不带按摩是吧？这车啊，这个不带，还是带按摩得劲。这是前排，上回去南阳收车那一路过按了可得劲。这个不带，这个配置不带。哎呀，这车呀，有阴影了。现在咋这么怂呢？水泡啥了没吧？没有水泡啥的。啥这总没有咋开过这车。没啥事，没少坐，可没少给俺拉结婚这车。拉一回多少钱？500，有时候啊500，都是朋友帮忙。我给他拉钥匙，这钥匙跟那个 A6 的可像。你这打款一路能给我多打个不能？哥，就这吧，十万块钱。我当着你的面我就还你了，我觉得也下午也有用，知道吧？打多少呀？你打个13的。打13。啊。今天能还上不？你不是预约了？我预约了，一会儿我当着你们那我给你抄多少，我给还上就行。啊，无所谓哥，你啊，你瞧我都去找你啊。哎，我这不会在这离了近。嗯，违章啥的你不是都处理了？违章啥的都处理完了。就一个合同，就不是就一个行驶证，2把钥匙。2把钥匙，1月份上牌。那中了走。写合同吧，我查查记录，没问题的话直接打件，打13，然后一会儿你直接给他还上。中，好了哥。